刚刚翻一下，因为政治攻防难免有一些的批评对方的东西，然后自己的议题不一定会拿出来讲。可是今天的记者会比较特别是，李彦辉议员也来这里哈，发言人也来这里。那我刚刚也大概翻一下，说你在监察院的申报上面的东西，你光是监察院上面你的家族里面的土地，就土地而已，就35页，那一页大概十五笔土地来算的话。你们那个土地可能超过500笔以上的情形，那随便翻一翻，里面有好几笔的土地的价值是3亿5千万，或者说1亿4千万。那你刚才提养地的这个东西，虽然说这个是你的先生的土地，或者你先生的建设公司的土地，你刚才提养地的这个批评，是不是也适用在你身上？而特别是你还是少数几个政治人物，因为监察院的查核，所谓的申报不实的比例其实很低。你还是少数监察员被查核、申报不实、被罚300万的政治人物，你怎么来看待这个自己的这个议题？我想，我先来回应，然后今天我们严重质疑的是，作为总统候选人的柯文哲以及侯友宜这个两方，好，那面对自己的土地的争议的时候，是不是有诚信、自然、正直的面对国人的质疑？那么其他的部分，我想应该是作为总统候选人的。方面应该要好好的来面对国人哈，谢谢哈，谢谢阿贝，你的问题你已经问过我非常多次了，我也回答过非常多次了。那我觉得今天的主题其实是柯文哲他违反农地农用的原则。那我这简短的回应，如果私下你需要进一步很深入完整的说明，我都愿意给你回复哦。第一个，我不是候选人，我也没有担任任何公职。那你的申报记录看的是我最后一次的申报记录。那我不知道我需要什么样在什么样的身份跟立场需要站在这里要来回应你，但是我还是愿意回应你哦。所有的财产申报，其实你可以看到，大部分几乎是99%哦，都是夫家的地。那就像刚刚我也有说过一句话，就是说，你如果要投资养地，你也可以呀。在我们的法律允许范围，如果没有违法的情况之下，我觉得都可以公开揭露，也应该要公开揭露。我从以前到现在，也从来都没有不公开揭露过。那所谓的不实申报这件事，其实不是不揭露，而是申报不实。所谓的申报不实，其实是他在查核的过程当中，跟我们当初申报的数字有误差。那这个在监察院的记录当中，其实也来回的跟我们调查，而且问过很多次了，我也给了监察院我的答复。但是最后的结果呢，我们甘愿接受，服从现在法律一切的规范，该缴的罚金或者是该受的处罚，因为申报不实所要付出的这个我们都接受。以上，不知道你还有什么问题？今天民进党等等会开记者会，质疑你的农地就是明明说5天要完工拆完，但是现在好像是假动作，好像还没拆完。他就说我们家农舍怎样？就是5天要拆完，但是现在好像已经停工。没有，我跟你讲哦，不能随意倒那个废弃物啦。这个就这简单的问题，为什么不会？我现在很不想骂人，你知道，就是说。你要正式攻击哦，好歹你要有点 common sense。倒那个废弃土，你看那个，那个要还有申请，还有那个，我跟你讲哦，这个如果是一天倒完，反而有问题。比方说，你特权，所以我还特别交代说哦，按照正常程序走哦，这才是对的。你劝那个民进党不要乱打，这个再打这一条，只是被人家笑了而已啊。到那个父亲农地的部分，是不是有一些情绪上好像有一些比较激动，是不是有哽咽的一个状况？是这样的哦，这个其实我在台大当主治医师以后，就一年很少有时间回家，只有除夕那一天确定会回家。平常回到新竹也是几乎过门不入，就算过门也是坐几分钟就跑了，所以。很长的时间，你知道，每次说我们那个，我爸爸妈妈在新竹都算是独居老人，一直没有时间去照顾他们。那我爸爸今年已经90几岁了。其实这样的哦，那一块地，你知道哦，
因为我爸爸一直以为我会很期望我飞新竹去当医生的，但是人生的这种境遇也哈没有办法自己控制，所以一直没有办法哦让他达没有办法让他达成他的愿望的。他其实在买那一块地哦，因为他在想说，如果我儿子会来新竹当医生呢，他要帮我准备什么准备什么。所以那个是父亲对儿子的一个疼爱啊。我怎么想到说十五年后变成那个政治攻击的目标？当然是这样的，就违规的部分我们还是解决嘛。但是老实讲哦，因为我实在是太忙了，人家说啊你怎么还不知道？我老实跟你讲哦，2008买的时候我在台大当医生的，然后那时候你要知道我在台大当医生的很少看到太阳的，天还没亮就已经进去工作了，天黑不知道多久才出来，所以。大概就这样了。我想这样的啊，我这也是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要建立一个，我们不要求这个每一个人是圣的，我们只要求说他有错改掉就好了。这是我在这一次这种什么土地的问题，然后看到最不好的示范，就是说他有问题把它改掉就好了，你不要讲一个谎话，再另外一个谎话，后来真的变谎话淹没。